Hello， 我是 James 蔡明瞻，今年24岁，来自于霹雳。我在大学期间呢，举办过不少的活动，而且我还是活动的主持人。同时呢，我还是 Utah 模特。Utah 模特被归类为三种，第一种呢是已经胜出比赛的，第二种呢是 disqualified Utah 模特，在比赛当中被淘汰的，第三种呢是 unqualified Utah 模特，在出赛的时候就已经被刷下来的。很明显的，我是第三种。与此同时呢，我曾经是某个知名网站的作者，也发表过几张文章。至于为什么要参加这一次的比赛呢？目前为止，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唯一能够让我追逐梦想的机会。我相信10个有9个都会说这个是他的梦想，可是我比他们有少许的特别。我想将我的梦想成为我的理想。我能唱，能跳，能搞怪，帅一点点的小变态，勾选勾饭，记得选我哦。